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。学跳舞很痛，疼，还很疼的。我哭，不哭啊？你都哭啦，还不哭啊？我哭，就压下去的那种感觉，我会怕他会不会受伤。就是压下去那刻，哇，这样子压着小孩子满脸红的时候，我觉得哇好痛，开始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就心那一刻会揪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会相信老师多一点，相信他的专业。有的时候他练习，他会叫妈妈，你也试一下吧。然后他就叫我劈腿，对，然后就硬压着我。其实那一刻我也会觉得说，其实小孩真的不容易。我们大人嘴巴上说，叫他们要坚持，要练，要练怎么练？其实我们真正有的时候大人很难做到。所以当他每次练完痛的时候，他说妈咪，我过几天就不会痛了，就没事了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跳舞多，是跳舞多，然后痛苦多，我还是喜欢跳舞多。五六七，走，拉，红脚边拉，收。当然心疼啦，自己孩子怎么不心疼吗？我有这种想法，但是他就是不想放弃，而且我觉得就时间长了，我觉得跳舞挺能磨练孩子那种就是不怕吃苦的精神，就挺能磨练他的意志的。我的女儿就是我的骄傲。2017天生我材，我们都来了，你也快来吧。我的梦想在每个失败的时候